向外一时阵，泡澡袂来，我无化气啦啊！要我一平常时的气温，也是我心内想要了解的答案。等下若到位，我今日探听详细，我就向他们骗酒水。老爸当时为了我惊啊！我一普通来说，
伊讲啥物？无存疑哦，天生自然的啦。也搁有，有啥物疑问？咱拢是白仔囝啊，啥物要规规矩矩，他们开门第三门就好。爸，啊，我那个阿爷他妈都奇怪啊，有啥物老爹你来做生意？啊，就出去一撮，对对，啊钱定拢赚一大摊，啊不用半年，再我出去一撮，有疑问是？嘿咩啦，阿爹咩？就买块公文听几下听啊？不是吧？你啊，小弟个性就是安尼，生意你唔容易啦。妹妹，但是别人无这本事，迄伊的财神，老爸有这个财神，赚半当叫半当，这是我的财料。是不是这空镜所想的？是空镜。伊种代志我无咧做，我无无一个电视播出来，即摆什么时代啊？开落去，我即摆再查，我嘛是袂饱，对无？哎，对未？伊伫南管判官，好歹伊拢是怪囝，什么事件、什么代志，那是给我你提早知影，对我嘛是天生有你。爷爷，听清楚，下面爱知影老爸，我伫用油暗中伫咧做啥物？今仔伊暗较早回，夜半三更，半山顶的所在，等下回给我讲给你听。啥物都啥物啊？你到我的主秀在干啥？在跟主秀啊，到我的做啥？你是要跟人讲哦，耶稣要到底哦，奋斗到高位啦。对，但是后尾你跟你讲话难听哦，等下人家跟我难听都难。我嘛是因为你啦，我话你来开会啦。你那个又跟到做啥？啊，逼迫！我刚刚听他叫小太阳，有人都说。你看是阿爸优先。我好像是阿爸优先。好啦，我跟你讲话，兄弟。我嘛出门爱出门，我你这个我爱房间，你走房间来了哦。是安尼哦，我有你房间哦。你那三间，阿爹在咧讲，咧刷卡的时候都要叫数。几多房间？有啦。几多三间？几多房间？你哦，从后摆老吃物件，吃到困，阿你两个三间是多困到。我说你哦，我在靠上边过来。是安尼吗？我靠谱。我你今仔好做老母。我今仔好做真好，我唔想看，想到阿爹过来过。真可怜的啊！好了，我家边是不会有病的。我不会有病啊！不会有病啊！难免。